歪歪牛，调香师最不好抓的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！没有，这样就不亏了。他回头骗我，骗我就跟他有香水一样，哈哈。我就知道你要回来，因为你上次没回来，这次就会回来。哎，我没看到，我操！哇，有点疼。哇，真敢跳啊，他是。完了。啊，被阴到了。赶紧捞一刀。不好搞了，先知秀的好多。哦，不给我闪了这个人。完了，麻烦了，这波必须得守时守到了，没有别的途径能赢了，只有一种，就是这个前锋下不来，或者他秒死。祭司不能带圈，如果祭司带圈了，没了。祭司从这边过来。哇，你跟他走。挂到先知那里去。现在谁都救不了我，头电击。我感觉他偷不到。感觉你不行，其实是魔胶了。刚刚有人在这，还想偷？我不让你们偷，我可不让你们偷。勾引，没事，我不着急，只要没人修电机，我不着急。
关系，这个限制上路死。那我说的底牌有的时候就，哎，像这种局他都没有用，有的时候用不上。绝望。我就知道你要回来，狗子里。限制在大法，头这么甜。妈，铁头怪啊，你是死了，知道吗？用完我要杀你，用完就不杀你了。直接走，反正你得救人，你走也没有用，这波肯定得你救。啊，你等你等你等于我等死。走路都不会走。其他的图，哎，没意思。怎么说？除非你傻了，你人傻了，你白给，白给到一定程度了，要不然怎么说？不要给我其他图，就给我军工厂，打打就完事。
他们以为这个人不是上路死吗？还有什么？哎，啊，做了，赶紧开始下一把，不想换传送了。结构我还有点不适应了，前锋，我不去了吧，我直接去医院，找不到我在哪，我迷茫。要转点吗？哇，这都敢跳！拉距离了，难受了。鸟还在身上，那我就抓这个吧。这个感觉有点作死。哎，我不能打他。这很迷茫，他不知道修哪台好，感觉修这台也不行，修那台也不好。前锋开完了，他可能会直接拉超远球。没有，那主播还有机会啊，还有机会，对吧？哇，这都变老师？
前方有只猫。哎呀，一个都没有，气死我了！玩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应该还有球，知道的。两个人修一台吗？不是，这边也在修。不消。我这把肯定要平啊，我不想平。说实话不是很想平。现在知道跑了，刚刚开球的时候不挺厉害吗？你不啊，这个稀饭啊，现在就狂预判呗。我现在是懂了，哇操，就逮着你就感觉你要爆了，直接冲了就。变成铁头蛙了，可以。你来骚扰我干嘛呀？打死就绕到后面去。不好意思，我擦刀了，下次还骗你。他以为我被我落地刀了。他不敢救我，哈哈，那下次还骗你，如果你信了，下次还骗你。
功在修啊，星之，星之篮球，不着急，他不着急，我更不着急。这就是预判不到的铁头娃的下场，知道吧？看懂了吗？他预判我，他就预判我撞，嗨，然后用了一大半的球，球都没了，拿球人就不到。预判到了，好，那你很凶；预判不到，游戏结束，无能狂怒，无能狂怒。这样转点可不行哦。用命再小吗？往这拦就行。三台闪现没用啊，回去市场把机子踹，蠢蠢欲动踹机子。用命的电机是残疾小本哦、oh, Hello 拜拜，想要是能救下来，但是我想我可以把它救下来。只要我不打你，就留你。哎，
来修，可以。就走位走位。绕一圈。哎，这前锋肯定打骚扰流，百分之百啊！玩了个医生，玩个前锋就是骚扰，就不让我挂上人的那种，就砍一刀就过来骚扰，小心点菊花就好了。提前下板，就是这个破点，调香师，我不抓你还不行？我操，两个人，我操，这个人直接就要溜我，不甘心。朋友，你要去哪了？我直接直冲冲往我脸上走，我看到他了，知道，知道吧？没想到吧，蛛丝缠身，一炮穿身。他不敢跟下来了，但节奏就一般吧，因为木屋是残疾，木屋修了一大半了，然后调完现在去修，打点蛛丝吧，那里有块板，他可能还会溜我。这你给鸟。哦，谢谢你。
啊，宝贝。哎，真就一口毒奶呗，真就真就我奶我自己呗。啊，气死我了！你也得死，救了你也得死。啊，真就继续毒奶呗。白给，白给一号。这你绝逼救不到，要你要救，是你要能救到。打谁都要个三刀起步，调试更多，五六刀的可能。突然从我后面走去小屋了，好坏啊！杀前锋肯定是不现实，但是我不能让他摸的那么熟，就不能让他随便就找人摸了，直接就摸一下就找到人帮他摸了，那不行。随便找到人摸了，那岂不是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肯定要让他跑个大圈，绕去小木屋，哎，找先知摸一下，那可以。哎，这也太歪了呀，终极版。完了，摸好，来晚了。挂在杀气中，跑得这么快啊，大哥。没有翻窗加速，前后回来撞，来。铁头娃，我就知道。你还有多少球？来，会撞就多撞点。来，妈，还有球，再给我一层。好像没有了。哎，他怎么有加速呢？来，难顶啊！我不给你走。
然后现在救人没人休息。狗，哎我操！你有双刀吗？你们掉十分钟。问了个蠢问题。下一波是不是会起来拖？哎，假装在这，哎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算了，拖不到他，把他牵过来。不管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救吧，你厉害，救吧。他们俩肯定要摸呀，这是不是开心的一批？两个人一摸，哎呦，两个狂送猴。蝶猴怪物，蝶猴怪兽，摸好了，来呗，打呀！从后面绕，没事，他没有双砍。送猴怪，这个耳鸣，还靠耳鸣。没关系，这所有人都是上初二挂了，而且还没有人修电机。大哥，求求你们修修电机吧！你们这样打有啥用？一个人在我后面站着也修不了电机，然后一个人想白给。有啥用啊？打来打去，铁头娃你定型的撞。钢头妹你尽情的晕，没什么用。直接七八星，八九星。破不破点，看能不能撞到现实。溜到后面来，这个是现实。白给，三层白给，我这把白给。不着急吧。真的牛逼的大哥，身上有层我蛛丝，有两层我蛛丝都敢跳，而且还不套鸟，他觉得他想起来了，给机会啊，
就是我没失误，他就是我失误了，他来个了大失误，小失误对大失误，当然是小失误赢的几率大一点，但他有屌，现在就看这波我手势怎么样。好，闪现都不用交，直接走过来就是一刀，能行。右边没有正面，应该不会是后面，左边。请叫我铁头娃。这前方挺多球的，讲道理，好多球，没什么用。挂了，这个逼刚刚在人皇级。保啥呢你？保个锤锤！那个又起来了。又没乌鸦肥了，他往右走了。摸箱子应该不会。杀手。这路一定是往四号去走。没关系，短短丝闪现好了。你往哪转啊？往左转我就往左走，往右转我就往右走。傻逼了，吃晕了。他娘，让你看什么叫蜘蛛侠。让我没踹起来。哦，这个复活点看我运气，随机三十米范围，它会不会随到我脸上来？随到我脸上来了，看怎么抓紧。拿一刀，杀黑妹有风险，但是只要我杀得更快，风险就追不上我。压死！挂了！铁头娃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干坏事。
么点？直接换电机了，这边修的这边。哎，你跳啊，来！哎，哎，你这个人嘛，过半了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憨？哎呦，你看着憨憨的样子。哎呦，你看着前锋，咋回事啊？哎呦，新人就是幽默，太幽默了，前锋。哎呦，刷了一波风，刷的人家都在椅子前面蹲着了。咋办呀？往那走不死更快，那我还有什么？哦不对，好像消失了，好吧，消失了，还是隔着窗户吐他一口，他就很难受，就很烦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了。你不会弹刀？吓他一下！哎！哈哈哈！哦，这个人。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放过你的队友吧。左边，亮了一下，然后又暗掉，不是在左边是哪？被胶子摸了吗？叫在这。哎，走位，走位。哎，怎么跳下了呀？我操！在红毯休息了，刚刚。现在在墓地，应该，然后看到了，跑不掉的。啊，这些人，开始慢慢玩，我又不着急。快乐的追逐你，
开局一个前锋，在二号站站台上。啊，前锋也能帮。啊，先知找到了，舒服了，提前上满伏，不下。那你要干嘛？他满子，你跟我他满子，好。先拿一刀。很迷茫，不知道怎么转点，有点迷茫。鸟没交出来，非常迷茫。卖了卖了，建议卖了卖了。卖了吧卖了吧。保个平，卖了卖了卖了。我还专门为你带了个传送，你看看你不中用啊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啊。就你最能口嗨，哎呦，两个人都来救你，跑得很快，那就打他，不打先知，这人还不往极点跑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不拍板呗，你是咋想的呀？啊，你咋溜鬼的呀？怎么上的风啊？就你话多。传过去手还不行吗？还不行吗？震慑！哎呦，这个刀气！该长时候不长，不该长时候长的一。这先知在这边玩了，玩到死，不会转点的这个人，太好了。到死，这前锋这一台机还没亮，没亮开，跑掉了。桥上一台，原点一台，我没传送了，节奏断掉了，要再抓人呢。摸枪，你要摸枪？哎，躲！你不会来回手撞我吧？那我就要杀你了！又来这招！哦，气死我了。我手电机把逼走，然后传送去杀空军。好吧，你不用了。哎，哎，带走了，打一刀打不到传送，真就原地弹呗。一口一刀死，躲躲，那边没有电击了，这边三连电击，佣兵要被摸起来，然后过来救。
搞快点啊，这个阵容保平能力巨强啊，就难抓难搞啊，没关系，空军没有那个没有薄命的，他肯定带的是弹射，然后这两个人要赶过来，应该从这边赶过来，吐他一口救不到，空军有枪，哇，有搏命啊，打扰，打枪，一刀死，空军这个人有自摸，秒掉，挂到前面去，挂到前面去。这些人可以啊，那两个过来送，然后用命点最后一下电击，可以。如果他们俩强点开，那他们就大了，只能用命点最后一下，可以，但是没什么卵用。该死的，一个也跑不了。开这么快，但是我可以开选择开局抓他也行，不过他上路好像飞得慢，哎，尽量不抓吧，啊，要碰到也没有办法，先知不是先知剁掉，当我没说，这有啥用啊，当我没说啊，刚刚的话不算，这人在加速，这有啥用啊，天哪，给爷整笑了，我的天，我就打你啊，我今天怎么了，没有，我就吓你一下，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信不信？别撞旧，别撞旧，撞旧没好处，走掉了，找人摸去了，哇，别摸了别摸了，不许摸不许摸，大副再来修，然后我挂两个，他不摸才怪，哎，我放个传送吧，要不那个人也没休息，肯定，哎，你不走位的大哥，我操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是这样的，
哦，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我还以为这个人，哇，这个人，我还说这个人，卧槽，这么卡，这个人。嘿，看到了吧？哎，我学会了，我会对付宙斯的。前几天我在研究这东西，就是给你卡他一个节奏，他就会被你秒的，然后他倒地放屁什么的。两层宙斯就可以秒掉，三层更好。我是。吹牛逼的怎么就起来了、嗯、那个先知在墓地，刚看了一眼，但他好像有点，哦，还好，我怕他过来摸大斧，大斧没子摸，我肯定不能管他，先这个针，先来一口，秋铁过板，牛逼！哇，这。好烦啊，他们又摸好，反正我这把摸板车不着急，着急是不可能着急，哎，算了算了，挂了挂了挂了。我要拖时间，哎，你们慢慢拖，反正我有摩班车，你们有，你们可以有的，但是你们不过来送，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了，是吧？那我就更不着急了呀。哦，人有自摸，这个人还要过来偷，哦，气死我了，他开局竟然不是先知，感觉说了不该说的话。算了，无事发生，假装无事发生。好了，现在又三层了。哎呦，完了！哎，好妙啊，正好两点。